我在帮你录呢。啊哈，好吧。天，你太龌龊了！你这种人，我不看你了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怎么可以说我龌龊？我还是去找我的仙人掌宝贝去。哎，这一顿要放出去吗？我去找，当然了。啊哈。我看我这哦，它那材质，让人真想贴，让人真想。天，我的洋人口音突然出来了。说几句英文，这仙人掌的材质真想让人贴上去。我这是乡村口音。嗯，这个树还不错，还蛮漂亮的。只是有点违和。什么叫违和？还有是前面的那个，什么都没有。嘿嘿，很不错。很不错，你建筑比我好多了，我真想哭。哈，什么东西？你这是在活生生的嘲笑我，你在讽刺我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，我不就是建筑不好吗？就，什么情况？我就建筑不好我们的帝国领主他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我？由于失去了 DYB，现在情绪难以控制。Oh shit！我刚哦，毁了一个岛。啊，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这样怎么跟观众交代？我觉得观众已经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好，真的要放出去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们还是再拿一些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要怎么放沙子？可以啊，创造模式。说好创造模式不会掉的呢？嘿，boy，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有办法，我是有 办就给我点仙人掌不就好了吗？真是的。法。但是这个岛没了不好啊。你就说这里风化变成石头，然后你放点石头上就好了。好吧，我们铺点石头。嗯，不错，这个主意。好，石头。好哎，这主意不错啊，风化没了。风化了，对，风化了，然后让观众们去思想、思考。哇，MC 里沙子竟然会风化成石头！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啊，其实我们是Minecraft 的工作人员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玩的是1.7版本的，对，我们玩是1.7版本的，嗯，不错。是1.7版本，Minecraft 1.7 所以呢，它会有风化。D Nation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玩了1.6哎，这会不会生成马？1.7的话，你要知道，1.7的名字其实是叫帝国的，大帝国，对，你忘了吗？叫做D块，嗯，不错，叫 D D 块 D Craft，D，不错。因为我这句话说了上千百万遍了，因为国内的 MC 玩家都在看我们的视频。对啊，那些什么什么秋风啊，某秋风啊，某子明啊，哎，真，你看我的粉丝才6个，他们粉丝几千个，哎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我们是不是？是，你好太吧，我嚣张抄了，袭了你。你太嚣张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你不太会嚣屏张蔽掉了，的，你太嚣张了！既然抄袭我的话，活生生的所有全部抄袭过来，连语气都抄袭过来了，那是，连你走路的样子就要抄袭一样，是吗？我现在在飞，你飞的样子都是抄袭，嗯，沙子在你走那嚣张飞的样子。，OK，很好。一副然不后以为然的样子，仙人掌你在哪？仙人掌，哎，我们确定要把这个东西录进去一吗？副画龙点睛的样子。Oh shit，种子没了。哈，不是，不是吧？你不信你过来看，反正这次我真的没有种子，我有视频可以交代。等等，难道你全程都在录？没有啊，哎，全程都在录，我还录双视角不成啊？我去，哎，哦，仙人掌在这，OK。OK，好，我们还原了这个岛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站在那里，然后继续你开种始录。子先拿回去好不好？什么叫种子先拿回去？你的种子，什么意思？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生怪过？这个符是你开的，难道你没有开普通吗？我开了呀，但是哦为什不，么没有怪物？好像说要
玩家一个圈24个格子以外才会升官，而且我不刚刚不在，过那个沙子那个地方肯定是24格了。我刚刚在那，然后你在这啊，所以就没升了。哦，那个种子，什么种子？这里，这个是什么种子？南瓜应该是。你把这个打下来不就知道这是什么种子了吗？不我行，看一下，千万哦不！那个是南瓜种子。别再打了，到时候我们真的饿死了。我发现南瓜种子打下去好像不会，对，的确，那个你看，南瓜种子它不会继续生，不会被我吸过来。所以你就别再打了呀！你看西瓜会的，哦，西瓜消失别再打了呀！西瓜也长了耶！我看到它长了。哎哎，西瓜，快点种上去！我要开始了。我没有西瓜呀！我去，又给你倒他霉不了。打回来了，好吧，好好像吧。是随机的。哦，停路了。啊？什么叫停路了我停路了呀。？OK，然后我们准备继续。哎，我怎么有那么多木头啊？赶快扔掉，消灭证据。花絮我就放在我自己频道上了，然后好的。可以给你吸引点客流。哎呀，太感动了！当然了。我这是在靠你吸粉丝吗？好的，然后你站在树那里吗？那个我快死了，所以这个64个石头先给你，然后我去死了。为什么要给我？这个石头是你自己打的还是撸出来的？是撸出来的。啊，那我就扔掉吧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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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问我是自己打的还是撸出来的？我说撸出来和打出来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好的，你站在树那里，我们继续。好的。好，等等哈，等下你再出来哈。哎。然后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回来啦。好，我们经过等待，我们的树长好了。大家看，喂，这个苍天，喂，你听得到我吗？喂，听得到。绿云是不是断了？我听不到你。你在干嘛？赶快给喂，我出来！赶快喂，给我！我听到你断线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然后我们还弄到了一喂，子石头。喂，喂，我听到你断线了，你人呢？我人。喂，嘿，我重启一下电脑。哎，等等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按喂，生存模式。喂，喂，我刚重启好电脑，你人呢？我怎么看不到你？喂，哪里？在这，在哪？你在哪里？啊！哎，赶快起来，我们要重新来一遍。刚刚我忘了切生存了。好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还要重新演一遍吗？对，你就很不有能把创那意。个当花絮放出来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第一次录视频啊，如果放这种花絮啊，弄得太复杂的话，人家会觉得太抄袭了。是吗？好，你继续躲过去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的树也长好了。你没然说后，321。哦，好的，好，重新来。好，3、2、1。